炎热的夏天已经逐渐的消逝，秋凉的季节也带来了新的景象。在花卉的世界里，很容易的就看出了这些变化。杨子山白云山庄的兰花园名闻国际，花园里的无数兰花中，以加德利亚兰的200多种兰花，从这月已经进入了开花的季节，开始为人们展现它们多彩多姿的花朵。加德利亚兰都有很浓的香味，花的颜色和形状随着不同的品种而变化，每一种都有令人清高脱俗的感觉。其中银格利三种兰花花瓣最宽也最丰满，是目前花开得最好的一种名贵兰花。